泰国国会新议长万穆罕默德敲定在下个星期四让上下两院的议员投票选出下一任首相。由前进党党魁皮塔领导的民主派八党联盟预料会提名皮塔成为首相候选人。泰国新首相必须由上下两院750名议员投票选出，不过民主派八党联盟目前只掌握312票，距离皮塔任相所需的376票还有一小段差距。